看看今天煮啥好吃的。鱼丸，你看，天天海鲜面，我看你们也吃腻了，要换换口味是吧？天天吃一种，感觉你们也胃腻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，也是我们这边的特产鱼丸，这个是辣椒鱼做的。哇，闻到香味了吧？这个应该是鳗鱼做的。这个是鳗鱼的，鳗鱼的鱼丸呢、啊？鱼丸就是我们上一次三沙的吃的那边那个辣椒鱼丸。这个是鳗鱼。把它剪了呀，把它剪。加我们的紫菜，今天就这个夜宵了。开始。夜宵，天还没黑夜的，来来。点心。对，先吃一点，先吃点，你得有力气拉笼子，跟你讲。来来。吃饱饱的。来来，来，那边你先坐。每天他们吃什么我真的是绞尽脑汁，哇，每天都要想着他们今天吃什么呢，天天海鲜面也会吃腻的。然后今天就想着吃我们当地的这个鱼丸，这个鳗鱼做的很嫩，这个鱼丸，嗯，像那个木鱼丸呢，它就是皮里面比较硬，这个嫩嫩的肉馅的。赶快为了抓住我们兄弟几个的胃口。行，不过天天你说天天吃那怎么样？东西不好吃呢。阿峰，偶尔换换口味还是可以的。哦，牛！哦，这件有货了。哦，红板，红板！哦，天了！哇，这么大的红板！哦，天，接吧！发财！哦，天了，这俩！哦，天！哎，你弟呀！牛逼逼！大牛逼逼！我嘞！哇，这么大！你看，这俩给大了。重啊，这个值钱货，越大越值钱货。你看，十几股，十条线。会员。没了嘞。我要拿戴手套。哎呀，红卫兵，小的红卫兵，十九公，哇，嘿嘿嘿，没事，有红卫兵就好啊。哇，这么大，我可能有两三斤啊。哇，这一，哦，大头一两个，嗯，哟，这个事情搞大。哎，大头一两个，来了，哦，你看里面盘十多斤，这么大，那一斤，哇，这不止吧？有，不止一斤啊。很沉啊，好像别给它跑掉了。哇，这一条就够了，够了吧？哇，事情搞大了。来来来，这边还有两个抱着门，给我抓起来。哇，八爪，大八爪。石头蟹，哇，又是石头蟹。八爪鱼，八爪鱼。哦，又是八爪鱼，走。来了，八爪鱼，你看。八爪鱼进去的话，寸草不生，里面螃蟹都是剩壳了，都是壳。螃蟹兄弟们要吃掉啊！抓住，抓住！真的，我都没发现，你看，全部被八爪鱼吃了，只剩下壳。哇，这个！哎呀，吃掉！吃掉！这边像龙的都是。等下先一排我来，这么多肉，让我过过瘾。行行行。来了，鱼把它全部抓起来。吃东西。哦，你看，我靠，大哥级别的红卫兵，没有周安喜刚才那个大一点，不过这个级别已经很大了。冲啊！今天这个事情搞大了，冲啊！来，下一个。下一个，我来。又是大金砖。大金砖，好吧，把它踩个节奏。好大的节奏！哇，大八爪！我看到它一条腿，好重啊！天哪，你看这么大了！天，这六斤，四五斤啊！里面那个螃蟹，你看都是螃蟹壳，给它吃掉。你看这么多螃蟹壳，哦天！这一只可以吃好几顿了。霸主，霸主！这个大八爪哦，空军。大八爪，大八爪，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。螃蟹，螃蟹。
八爪鱼，但是它搞大没。一般爬到八爪鱼的话，你鱼八爪鱼遇到你就掉。哦。石斑鱼好像。石斑石斑石斑。小的小的稍微。不是红斑啊。青斑青斑。哦，还以为是红斑。也不错，我跟你讲。来了，红彪彪。剩下的交给我就 OK 了哈。哇，今天这个大家伙，嘿，四五斤，嘞，一斤啊，我嘞那里，咦，阿弟拿回家给你丈母娘报仇怎么样？进来了，来，他说头一两把，来放进去，快点把我拉一个，太重了，哎，好了好了，进，累死我了，哦。八爪鱼，八爪鱼。螃蟹遇到八爪鱼，它倒霉；八爪鱼遇到我们，它倒霉了。哦，红彪彪，石头哥。来，你装上来了。没有了。没有。来，这边上货。大八爪被你装出来了。装出来了。这个也大，这个也有两斤。哇，看一下今天总的收获吧。我今天八爪鱼抓这么多，你看，呵呵，都是八爪鱼，超级大八爪。一坨。我的手臂。打开让大家看一下。不过八爪鱼的话，这个价格的话不是很值钱。我们这边的话，一斤二三十块钱嘛，反正我们不拉它卖钱，就送人也行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油斑，哇，这个油斑，今天这个油斑漂亮。最主要值钱的是这个它了，它了。这个厉害了。哇，今天这个。这个可能要卖一千多了吧。这个我算一下哈，这个差不多一斤的话，哦，这个一斤至少五百多，六百的话，可能这一只就是三千块钱了。越大越值钱。一斤五以上的就一个档次，不一样；两斤以上又一个档次了。这一只差不多就一千块钱了。这个最大。最近送谁？送你丈母娘。哈哈哈！这妈最乖，是我丈母娘，我们这边不是他妈。我妈的最爱的不是我的。行。今天多搞几个笼子来放。你丈母娘也送一个。没有，其实笼子的话，我们不卖钱的话，搞那么多干嘛？反正我太累了，反正我们当时不是那些送钱，不那些送人，就是自己吃的噻。你搞那么多，明天要送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不知道送谁。这话就知道他送了丈母娘。赶告知是吧？差不多了，今天这个收获真是杠杠的。那差不多我们回家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